软软，我们来送你了。我以前骂过你，怪过你，但你永远都是我这辈子最好的朋友。路还很长，我相信。 下辈子的某一天，我们一定还会一转头就狼狈的撞在一起，对吗？你没事吧？ 我会去慢慢适应没有你的日子，去习惯没有你的生活，还有那些我们说好了要一起去完成的事，我会带着你的那一份一起去完成。软软，上大学的时候特别激动。 为什么你有人人羡慕的美貌？为什么你有家庭条件优越的男朋友，还有优秀的前途？但是现在我知道了，因为你就跟天使一样完美，完美到了老天都嫉妒，要把你从我的身边带走。但是我相信。 到了那个世界，你还是最美、最善良的。王爱妃，不要太想我们了。人生有去有回，有来有往。不知道你并没有离开我。 只不过是停在青春里等着我，走吧。下一个。我怕我。 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，因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。明天我要离开熟悉的地方，和你要分离。 我眼泪就掉下去，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，我会提醒你。也许不会再看见，离别时微黄色的天，有些人注定不会再见。 那些曾青涩的脸，我拿去种绿树的叶子，放在青涩的石板前，祭奠那些流逝的青春和曾懵懂的誓言。风在歌唱，唱他曾去过的地方。
冉冉，你知道爱人是什么意思吗？爱人，爱人，爱而不得的人。这个呀，怎么不是说好了红烧肉、香煎银鳕鱼，还有三杯鸡吗？从今天开始，你要吃素、减肥、保持体型。于洪博，什么意思啊？我还没有嫌你丑，你就嫌我胖了是不是？觉得我游手好闲，赶我走是不是？人有理想，一定要去实现，再不实现可就完了。你觉得我行吗？我觉得你一定行。你打死我！哎，那么多人看。带这么大行李要去哪儿啊？去台湾。台湾？我有个朋友给我发了一些台湾古建筑的照片，特别有意思，好想去看看，所以就决定今天就走。今天？是啊。啊，我买了2点钟的机票。你干嘛这么着急啊？因为有些事情如果不快点去做，你也不知道，也许什么时候你就什么都做不了了。我不希望，万一有一天我也突然离开这个世界，会带走那么多遗憾。其实，有时候我真的挺羡慕你的，做人可以这么潇洒，世界这么大，想走就走。能有多大？只是你不愿意迈开那一步罢了，也许是因为你还有舍不得的人吧。你没有舍不得的人吗？没有。以前我一直不明白，故事里的王子为什么一定要找一个公主结婚呢？现在我才知道，因为只有真正的公主才能住进王子的心里，其他人只能远远地看着。他跟了我6年了，跟我去过很多地方，现在终于可以物归原主了。其实，
安。谢谢。昨天晚上没休息好吧？瞧瞧你的黑眼圈，像熊猫一样。嗯。您瘦了。嗯。对不起，师傅。这么晚才来看您。批准探视的手续很复杂。你能来看我，我已经很高兴了。我说过的，
你哭起来很丑，呀，这样更丑。那你想让我怎么样？我想让你好好的。 我知道我走了之后，公司乱成一锅粥，好在有你在，有陈孝正在，我心里还算踏实。哎呀，前尘往事也好，知恩图报也罢，我周渠对老冯问心无愧。 可是对集团，对伤者的家属，我却是无法面对。现在这个结果，可能是最好的结果。想别我走了之后，你的日子一定不好过吧？我挺好的，就是想您了。陈孝正，你不要怪他。 这个世界本身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，您知道是他。我在星辰待了不是一年两年了，无论是陈孝正、师姐，还是林静，但是我做错了，就得自己承担。 怪不得其他人。师父，你有没有怀疑过我？你有那个脑子吗？啊，这件事情从一开始，我就把你排除在外的。人有的时候，不知道一些事，是不是觉得很幸福？ 过得很踏实呢。好了，没事了，你去准备一下这个事儿啊。好。你再这么没完没了下去。 当心，我也保不住你。来，坐下。陈孝正这个人心思缜密，步步为营，目的很明确，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。 这些东西，恰恰是你缺少的。你是一个一心只知道往前冲的傻丫头，但是勇往直前这种品质，是你身上最宝贵的。还有，爱情这个东西，不是你只看着它，而是需要你们两个。 不约而同的看同一个方向，所以最后你选择了林静，我一点都不觉得意外。真的，我祝福你们。 谢谢您。其实我也分不清谁对谁错，不过我也不想去分清。 其实不管您有没有罪，在我心里，您永远都是我师父，我永远都感激您。
当初我莽莽撞撞的，一腔热血投入星辰的深水当中，呛过好几次水，你们都把我拉起来。慢慢的，我习惯了，在工作上也变得游刃有余。其实，我也想过，在星辰一直工作到我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分钟。人算不如天算，星辰已经不是那个可以让我为梦想奋斗的地方。不过你放心，我没有放弃，也不会觉得厌倦，我只是不想再卷进这些争斗当中了。做自己想做的，坚持自己认为对的。小飞龙，谢谢你。跟我还客气什么？这是周先生托我买的，没想到是给你的。没有问题了，但是按照程序规定，所有正式员工离职的话都要经过直属部门领导的签字，然后呢才能到人事处办理手续，你的档案才能转出去。好的。软管的事情我听说了，人既然走了，你也要想开一点。我没事，谢谢。我们之间就只能说谢谢了吗？你要辞职结婚了？恭喜你，找到一个好归宿。谢谢您，陈副总裁。还麻烦您在上面签字。
还不够。要结婚了是吗？ 唇彩的颜色也不一样了，睫毛还加了，和以前比，你确实更漂亮，也更妩媚了。你还想给我发请柬，邀请我去你的婚礼是吗？ 如果你愿意来的话，我想我会很荣幸。 大不了我可以放弃档案，只要我不留在这样的大公司，档案对我而言意义并不大。
你从来都不在乎。如果你走了，我会怎么活吗？你一定不会有事的。你会功成名就，你会如愿以偿，最多也不过就是做梦的时候会感觉到痛。当然，如果你还有梦。玩这么差，哎呦！谁玩的差呢？嗯，好好，那我们再来一局啊！我让着你，来吧。猫粮，想给我吃猫粮啊？你是不是故意的？我错了，我错了，客官不要！不行，我也要让你尝尝猫粮的味道。别闹了，叔宝看着呢。都快说吧。到底和公司请了多久的假？你们老板还真是挺好说话的。无限期吧。什么意思啊？意思就是我和你一样，就变成无业游民了。啊，你也辞职了？哎呀，我们董事长让我跟你分手，我没答应。他就把我开除了呗。别闹了。信不信由你。薇薇。嗯。我带你去海边吧。嗯。啊。去看海的女儿。
在搞什么鬼啊？我闭上眼，不许看。好好，闭好了。你快点。美人鱼，对啊，在我的童话故事里，美人鱼最后还是住进了大城堡，和王子生活在一起。哪有男美人鱼的？这就是对你的惩罚啊！你还记得17岁那年，我们去婺源？当时我一直都想告诉你，明镜，我爸在这儿呢。我想说，我哎呦，下雨了，下雨了，越下越大了，一会儿再说，走走走走走。你保持这个姿势，别动。哎哎哎，别动，别动，我拿个道具，马上就回来。什么道具？可惜你誓约推翻我，还把我的美人鱼巧克力踩坏了，还叫我滚，说你们家不是我的饭堂。你怎么光记得这些？我对你好你都忘了？你从小到大就只会在家人面前装好学生乖孩子。你做过多少坏事就只有我知道了，这是对你的惩罚啊。好了，你就在这儿待着吧，不许动！我等一下回来验收我的鱼竿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美人鱼它也会被晒干的嘛。哎，哎，臭笨蛋，来，给我，给我！哎，你别过来！这一次，我只能突然袭击了。薇薇，嫁给我吧。